在干什么？结束了，刚刚结束任务，太累了，已经很晚了，你肯定气坏了，所以赶紧给你打电话，免得。没什么，我很好，只是有点累，突然很想睡一觉。傻瓜，这是机密，怎么可能告诉你？队友已经找到我了，放心吧。所以，现在陪我说说话，我想听听你的声音。我想知道你在担心我吗？你知道吗？算了，我还是头一次这么害怕危险，可笑。今天子弹从我耳边擦过的时候，我居然想的是还没回你的电话。你哭了吗？不要哭，等我回来。回来以后，我带你去湖心看雪，去看你喜欢的电影，去 KTV 唱歌。你不是一直想知道我唱歌有多难听吗？终于想好了，我不用后悔打这个电话了。